今儿怎么了？有人入府抢劫了？啊！去！你这怎么了？你这做法驱鬼啊？对，我就是驱鬼，驱你这个大头色鬼。行了行了。 就算是色鬼，我也是只好李儿这口的小色鬼。啊，你少来！刚刚那个小丫头给你伺候舒服没？你要不再检查检查，身上洗净了没有？假如没洗净的话，你让她再给你去搓洗搓洗。哎呦，李儿，你说你堂堂一个燕王妃，你跟你小姑娘过不去干嘛？ 我就跟他过不去了，我一想到他给你洗澡，你的影，我就想，哎，这想什么想？哎呀，我洗澡的时候，他压根就没进去。他是不是给你送了一桶洗脚水？是啊，那又如何？那是我让他送的，我就是为了把他给支走。 我看那小丫头长得唇红齿白，她那纤纤玉手帮你洗澡的时候，你当真不会动心？皇天在上，我贺连轩今生今世只为冷离一个人守身如玉，就算别家的蜂蝶如何骚扰，我都如铜墙铁壁般。 巍然不动。哦，下了吧。李儿，侍女，我也不想要那些金银财宝，连这个燕王我都不想当。轩儿，不要胡说。我没胡说。 我一想到这些金银财宝总有人惦记着，我心里就不舒服，我就心慌。璇儿，这都是你应得的，我们为了他们付出了那么多，冒了那么多险，该享受的时候就要享受啊。可是我只想跟你归隐山林，只有我们两个人。 在乎份上，萱儿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以后总有一天我们会过上归隐山林平淡的日子，但绝对不是现在。我冷离想要的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你现在处在这个位置，就要承受他带来的重量，你明白吗？ 我好像明白。哦，对了，我有个礼物送给你。你看，你不是说你不在乎什么金银财宝吗？不是，你记不记得那个余猎户？他当时在西山遇难的时候，弥留之际，他还有妻子的信物相伴。 也算是含笑九泉了。啊，停停停！你说的，我都不知道你要送信物还是送遗物了，我都不敢要了。不是，我这个是什么？你就不能说？李二，我看咱们俩甚是般配，这勾玉呢是一对儿，他们俩可以合二为一。 正好，代表我们俩是天造地设般的一对。我送给你一块，给我一块，就代表我们俩一生一世永不分离。如何？这个好，这个特别好。好什么好啊？你也来一遍。李二。
因为你我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，所以呢，哎，好像不对。哦，对，这块玉特别好，所以呢，就你一块儿，我一块儿，然后我们就